过度的谦虚就变成装逼了，对不对？摊牌了，不装了，我就是超级物爆大堂，七嫂大堂，专干主怪。三回合内对敌方累积造成80000伤害，我一个人应该就够了，谁防御低对面？谢谢守望雪影哥的五发超级火箭，谢谢守望雪影哥，谢谢。我靠，还好没打主，有这心就够了，钱嘛就不要了啊！谢谢你对大堂的支持，谢谢你对老王的支持，谢谢你对老王大堂的支持。门派修改啊，12号没公布，那就是再等等。三回合起干将，哪有什么三回合呀、啊？第二回合就结束了，5100，一点血，7000，4000。凌波城打了这些，神木林打到一半，后面的全是我的，打个广告行吗？雪影哥，你说。我感觉我出坤就结束了，我起干将感觉不用扫，直接出坤吧，出坤就完成了啊。咱们的日宝宝临死之间能把血吸满，吸！来，兄弟们，就这点血，就这，准备好截图，拿出手机一起上热门啊，看一下坤在神器三星中的表现。先来一致晋级法爆，然后再秒全屏，除了主怪秒一以外，数据5000-3000多啊。好，任务直接完成，5000-3000啊，但是毕竟秒好几下啊。这是神器里的表现，好了，兄弟们，秒了6500、2100、3500、2800、3900、2500和5564啊，就这么说吧，不比神木林差，我都还没有出手。守望雪影一个老玩家说，如果大家在七云楼看见一个129没有锦衣的老牛地府啊，求帮忙带带我啊，别歧视我没有锦衣啊。可以，兄弟们，守望雪影在七云楼玩129级地府，地府组队是以固商的这个门票入场吗？固商，传奇大唐去玩地府，你玩地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有，小死亡呢。500把武器找谁？大阪865。以前还是全血地府，起个什么类似于修罗咒的技能，恶心人用。好，给你们所有人的召唤兽提升30%。我也是看老王直播买了个单开哈。雪影哥，方便展示一下你的那个齐云楼的129地府吗？带我们走进，对不对？传奇玩家的内心世界。这是老干部退休发挥余热。